确让我看清楚很多事情。现在的我知道什么是我应该要好好珍惜的，所以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机会，我都要好好的把握，因为我不想要再错过龙飞，留下遗憾。我知道了，不过还是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。我相信单纯的让陈龙飞看见你的真心，也能感动到他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所以我才这么认真的思考你要我做龙飞这个建议。现在我要踏出了这一步，你要继续帮我哦。走吧。那你没有想到你要怎么做吗？我再回去想一想好了。你很吵哎，不是啊，我一句话都没讲哎。我知道你没讲话啊，可是你就发出一堆怪声吵到我了嘛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不是嘛，我们就是要去海边啦。啊，我就只是想要看自己身材有没有整个走样，因为我就怕我君看到我这种肚量，然后就被我吓到嘛。自己爱吃，好吧。既然你都这样讲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健身吧。哒哒，虽然临时抱佛脚效果不太大。不过有练总比没练好。那，威哥也说的没错，至少呢，我可以从菜楼变成一楼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等一下来跟我练一下，没问题啊。OK 了，两个真的很肤浅哎。男人重要的又不是身材，是脑袋。OK？ 哎，不是啊，你想想现在女生嘛，她们喜欢的韩国欧巴讲什么，她们会听得懂吗？但听不懂嘛，那就代表说他们只喜欢那些韩国欧巴的脸蛋跟身材，跟头脑完全没有关系。OK， 就算女生不看身材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身体啊本来很壮，突然变弱了，那你可能会出状况哦。你看阿麦，你最近都那么认真的在读书，你以前很壮的身体，现在都消下去了，都没有肌肉了。小心身体你要出了状况。这样讲我才发现。最近在读书，都没有时间健身，好像消的差不多了。你看是不是？那就跟我们一起练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念书。啊？麦克强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天去海边的话，古佳佳好像也会去啊。哎，好像是哎。对，好像会去。书还是要念，不过你们现在健身，我只能陪你们健身，我就勉强陪你们了。OK。来啊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来，阿麦，我教你做滚轮，你看。滚轮，等等我。等一下，你做另外一个，你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我做这个。滚轮这样站着做。我做这个 OK 吧？阿麦，你那个做200下，200，你快点。太多了吧？为什么突然间想要健身啊？因为我们想要趁去海边的时候，让女生看到我们的精壮的肌肉。对对对，肌肉练得好，书读得烂有什么用？这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嘛。你们这个时候重点都放错了。这时候你们只有三件事可以做：读书、读书、再读书。我刚就说读书重要了嘛，健什么身啊？讲不听。精力旺盛是不是？是不是想劳动服务啊？没有。是不是想跑操场？没有。通通不要再健身了，来，东西通通给我。是。来，通通给我。这些东西我先保管，等海边 party 完，我再还给你们。好，组长不要了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要么你现在就读书，要么就给我乖乖上床睡觉。组长，那个滚轮一开始要先跪着做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初学者先从跪，这不用你教啊。啊，小心受伤。练身体。我们根本就是想要自己练，我练什么？好，没差了，我们就用人体的嘛。好了，练胸肌，练可以啦。我们做腹肌，做腹肌，不要用器材。换腹肌，换腹肌，换腹肌。要去海边，要去海边，那就要健身。不行，我这个肌肉不行，我这个肌肉不行，我肌肉。哇塞，不行，要练一下，练一下，怎么就是这样子？哎呀！
这练什么？这明天再练好。先练腹肌，先滚轮，滚轮比较。跟你说要先跪着，跪。我有这么训吗？我做求婚的时候才跪着，跪着没有效用。站着练，腹肌啊！哼哼，来呀！ 心事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。我需要摆在心里面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是在想心姐的事情。周星杰，他又怎么了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他那天不是要去吃饭吗？嗯。其实他是知道我们备好米奇，他没有聚餐，才可以找我去的。 因为他们开多单子的消息。为什么？陈龙飞和周星杰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那他跟谁吃饭应该也没关系吧？因为星杰想要重新追回陈龙飞。哦，那也是他自己的决定啊。该烦恼的是他，那你这边烦恼什么？还是说你觉得周星杰变得太主动了？ 会对待你起做出不好的事情。星杰不是有心机的人，而且他本来就很主动积极啊，只要确立好的目标，就会认真的往目标前进。像当初他对陈龙飞好奇一样，也不管他有多冷多酷，还是不怕他臭脸的人，就保护他。嗯。还有啊，他那时候确定自己喜欢陈龙飞的时候，还很有勇气的主动写信跟他告白。我真的超佩服他的主动的。 要是我还积极的一半，你们该早就在一起了。周星杰变得很主动，那很好啊。那你在担心什么？我是担心他会受伤，因为我这个外人都很清楚，这次情况跟当初他们在暧昧的时候复杂很多。我相信星杰自己一定也知道，只是就怕他不愿意去面对，所以。天灵。 我知道你和周星杰是好朋友，但相信感情这种事啊，外人是插不了手。我算是蛮了解陈龙飞的了。以陈龙飞的个性，在他还没决定之前，如果外界有太多的压力，会造成反效果。是这样吗？真的。你是班长，你也认识戴米奇，跟周星杰也是好朋友。 如果你真的介入进去啊，告诉你，最后你会里外都不是人。你现在呢，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看着我。你也只需要担心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的指考。也对啦，你的指考就够我担心。啊？我真的这么烂？请问你现在是想要逃拍吗？ 好拍拍不行吗？妮妮，我指考很烂吗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拍拍啊！哪里没有打到？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炎炎夏日，我们马上就要到海边去度假了。蔚蓝的大海，清凉消暑。 但是我们到海边，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蛇。蛇。蛇。鬼。我们到海边呢，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我来告诉你，我们最怕的是，这样跟你太高低下水，发现没关系，包包进水不干净，喇叭坏掉，太安静。哇。进步。所以呢，白噪音今天准备了一系列的商品要推荐给大家，像是这个电风扇、防水包包，还有这个。 防晒乳啊，这防晒乳很便宜，一个50，三个500，好不好？很便宜，怎样？啊，那个七代型喇叭，没有喇叭就太安静了。怎么样？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大家如果有想要的话，赶快来找我，我卖的很便宜。
你要是不是？我算你便宜一点，像这个，三个500，非常便宜，你擦的越来越白，怎么样？白兆毅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 什么 freestyle？ 没有 freestyle， 还敢卖东西啊？ 对啊，你有没有 freestyle 啊？ 对你哦，我没有 freestyle， 但是我有服你 style， 还有爱你 style。哎呀，好恶哦！我现在有想要揍人的 style， 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那你先坐。上课了啊！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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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陈主任，好久没上你的课哦，突然好想你哦。 去，你少来！你自己上课都在睡觉。你好像在说什么啊？我看到熊主任呢，就会让我整个人的精神都提升起来。啊，真正会催眠我的，其实就是黑板上那些数学公式，跟熊主任完全无关 ，OK？ 小白吗？哎，宝贝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的？没有，我自己学的啊。你很热吗？好了，谢谢各位同学，尤其是包贝人对我的欢迎。好了，上课吧。啊，对。 上课之前，我要先跟你们说声抱歉。之前是我建议贺老师为了不要影响职考同学们的心情，所以如果出去玩的话，就带陆学同学去就好。但我想想，是我思虑不周，造成你们心里面不平衡，跟你们说抱歉。熊主任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再提起的话，我不太好意思。 好，不提了。不过呢，我跟小贺老师讨论过了，这一次呢，由我带队，带你们去好好放松一下。不过要记得，平安出门要快乐回家，所以呢，你们在外面要听老师的指示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还有一个事情，我想请各位同学帮忙。这个事情攸关我的幸福，所以请你们务必保密。 哦，贺老师啊，你那边还有没有贴布啊？没有哎，肚子。没了。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就练身体练的滚了。哦，拽掉。你是不是要先好好的养身体？身材的事情就先缓缓。不，怎么可以缓？输人不输阵，就这几天呢，对不对？ 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我待会再去买好了。还有呀，早班，大热天的，海边最怕就是中暑。我准备一些清凉小东西，网上说蛮有用的，我都买了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徐老师，去海边哪需要降温？去海边最重要的就是防晒，因为海水已经够清凉了嘛，对不对？防晒比较重要。 防晒有吗？防晒是挺重要的。嗯，所以我有替曹教官准备清凉感防晒喷雾。防晒喷雾，拿一个。这个东西，这能防晒吗？啊？我不能保证啊。嗯，你也不晓得嘛。但是肚子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防晒的？我以为你很时尚，搞了半天你还是很落伍啊！我跟你讲。 海边防晒武士有一套，要兼具时尚跟实用。像我帮曹教官准备的就不是像你这么落后的东西。杜部长，啊，这是你爸准备的。嘿嘿，秘密武器，到了。 防晒头套、孝道，哎，出去保证晒不到太阳，厉害吧，曹教官？我也帮你买了一副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到时候一起戴，你到时候不用戴，完全晒不到太阳。你也帮曹教官准备了一个？对，如果曹教官愿意戴的话，那我也是醉了。曹教官，要不要试一下？杜部长，啊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适合我。 不是你还没试，你怎么会不知道适合呢？我买的size跟你一样的size。郭老师，要不要我帮你买一副？我先回去。你不要吗？我会帮你买。
没有的东西。太好了，真是，都订好久才来。伟善，你防晒乳要记得带哦，我这边也会多带一罐。嗯，好。明天就要去海边嘞，想到就很开心。我只要想到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心情就好放松哦。你是男生吗？那女生想到比基尼会放松的？当然有啊，有自信的女生。李丽，你的身材那么好，如果穿起比基尼来，一定很性感。你看。你贴心的表妹帮你准备好了，这也太露了吧，我哪敢穿啊。喂，你都不懂我的苦心哎，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你跟郑明威一起去海边，他看到你穿这个，他就会喷鼻血。所以为了他的安全着想，我还是不要穿比较好。哎，自己来哦。好了，读你的书嘛。奇怪哎，不说一起。哎，快快快快。好了，继续读了。我怎么看不到我？哎，伟哥，今天应该是我们三年级最后一次班游了吧？然后我突然想到，上次那个伟哥，理我一下啊！我有在听呢。嗯，伟哥，我跟你讲，我突然想到那时候李小帅把我们的浪漫传说整个搞砸，我心情就很不好。那你觉得我要不要如法炮制一下，然后跟婉君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？好啊，可以啊。那你想要什么传说？对啊。到了，我现在想打传说而已。又打，整天打。哎，如果你想不到什么传说的话，那你呀，干脆想想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忘记带了，检查一下，以免到时候去海边的时候没带泳裤，你就是裸泳。哎，或者是穿你的蛋黄哥。不，别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对不对？蛋黄哥太可怕了，应该是不会带的。检查一下啦，泳裤。啊！干嘛、啊？喂，我数学笔记没带，你为什么没提醒我？阿麦，你很夸张哎！你包包里面都是笔记，让你读别科是会死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是啊，难道熊主任供不出来，整天问多数学问题要问他嘛？不现在问，什么时候问？喂，现在几点了？集合时间已经要到了，你回去拿一定来不及的啦。我呀，我们下次再拿好不好？我尽量赶嘛，可是没有数学笔记，我会不能活。没关系，不要那么执着嘛。好啦，哎，你看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你们好早，早。婉君，你今天蛮漂亮的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你们两个怎么先来了？佳佳呢？佳佳。对啊。他有说要来吗？我记得没有啊。所以佳佳没有来。那，喂，伟哥，你怎么？是你说的？没有，这是你这。你有附和，你有附和。没有，我是附和你而已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？好了，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再约他来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爽啊！你知道哎，爽啊！知道。都到了差不多了吧？哎，你们真的很夸张哎！但是之前上课钟声响了都还不愿意进教室，现在要出去玩，哇，一个比一个准时啊！哎，我在想昨天是不是有人兴奋到睡不着觉失眠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啊，哎，大家早。大家早。你平常穿军服就已经很美，今天穿这个海滩度假风更美飘逸。我相信你今天已经是全海滩了瞩目的焦点，大家都只看你一个。校长，校长。哎，谢老师，你是不是跟曹教官穿情侣装啊？对啊，你们两个看起来完全是同一个色系的。何一美，你哪个眼睛看到这两件衣服是同一个色系？这两个色阶差多少？你的美术课都白上了。你叫的教室，那我们也白了，我这也是白了。是啊，你今天这样太漂亮了吧？啊，他们都到齐了啦，他们早上6点就集合好了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熊主任已经在路口等我们了，我们赶快去吧。好。
钓小号。上。